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子璇，小豆子。哈哈哈，今天我要来介绍一下我的小包包。这就是我的可爱的小包包，而且还有他的儿子。就是我这个里面关于眼睛的是最多的。首先我起床先洗完脸之后呢，先要把这个双眼皮贴贴上去，因为我有一个眼睛有时候肿的时候是没有双眼皮的，就这个眼睛，然后有时候贴完之后再把它撕下来，它就是双眼皮了。嗯，这两个都是对，因为我眼袋很深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呢，就是尽量让它消退一点点的。还有这个就是遮瑕膏，也是为了遮我的眼袋，然后一层又一层，一层又一层。但是我有时候还是就是遮再多也没有用，因为它是眼袋，不是黑眼圈嘛，然后眼袋是鼓出来的那种，所以真的是想尽了各种办法。最后隆重介绍的就是这个刮痧板。大家很喜欢买那个日本的，就是很贵的那个消肿水肿的东西。但是之前在比赛的时候，有个朋友推荐我，就是如果没有那么多资金的话，可以选择这个，也可以消水肿。这个就是普通的刮痧板，然后可能在网上购买的话，只要3-4块钱，而且还包邮。这是我最不愿意提及的东西，就是腮红。我是现在是量力而为，有时候会打一点，尽量会控制那个度。然后差不多我就分享完了，谢谢大家。